农历七月即将结束，苗栗苑里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在今天下午正式登场。今年夜市规模比去年还要大，吸引超过万人朝圣，而且多达400多摊业者进驻，从下午开始就不断涌入大批的人潮，业者忙到手都没有停下来过，而且越晚越热闹。一年一度的苗栗苑里鬼门关夜市在9月1号登场，涌入大批人潮，把整个街道都挤得水泄不通，不是被推着走，就是卡在外面挤不进去。就想要趁早一点，可是不知道说现在是已经那么多人，找车位也很难找，好可怕，好多人，没有来过啊。然后朋友来介绍，现在还挤得进去吗？目前挤不进去。不只是当地人，还有很多外地游客慕名朝圣。下午开始，各式各样的摊贩陆续进驻摆摊做生意，热闹景象也被叫做是台版神隐少女夜市。现场超过400家的摊贩，老板的手从营业开始就没有停下来过。我备了大概8万多。你从几点开始营业？我是差不多3点开始营业的。啊，到现在手都没有停过吗？对，没停过。业者多备货，准备迎接顾客。今年夜市规模比去年还要大，警方从上午11点开始管制，到深夜12点为止。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吸引超过万人参加，还没有到下午就挤爆，想必越晚会越热闹。记者张新杰苗栗报道。